小凡的这个小什么小草莓吗？这个草莓是我们开播之前吸的。对对对，开播之前突然想预挪，哎呀，但是为了直播，我们还是克制住了，哎，真是难受。刚吃完，我们也刚吃完，吃完之后，本来想那个什么，小凡说今晚不播了吧，他突然精虫上脑。精虫上脑，我说不播了吧，我说不行。阿昭给小凡吸这么大的一个草莓，是宣示主权吗？不是的，是我们开播之前，我们吃完饭还有一点时间嘛，然后我就说宝宝，你把我抱到床上去吧，他就把我抱上去了，把我抱到床上之后呢，就那个手不安分，就缠绵交错，然后也没有融合，就缠绵交错了一会儿，然后我又开始亲，耳鬓厮磨了一下下，然后他就说要不今晚别播了吧，我说哎呀不行，然后就想控制住，就摩擦了一下就行了，该播还得播，哎，真是难受死我了。哎，又吸了个草莓，哎，我草莓在这儿呢，又吸了一个。哎，我是不会吸草莓的，我就是，我应该是轻轻的咬了一下吧，啃了一下是吗？啊，啃了一下，亲我一口。啊，亲屁不亲？亲不亲？那我亲你吧。不是，他不困啊，他就是这种镜头综合症，他就是这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亲吧，他是。口感怎么样？你的帽子真的很碍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办法呀，因为之前都不给我戴短袖，你说在俩人住在一块儿又不穿衣服，又不想穿着那些出去穿的那种衣服，在床上蹭来蹭去的也不好。我就光着在床上蹭呗，哪次不是光着在床上蹭的呀？小班会种草莓了，那是啃的，应该是。两个人在那个缠绵的时候，可能身体有一些燥热，人的身体一燥热，血液流动的话，你稍微用一点力就能吸出一个红印儿来啊，应该是这个原理。谢谢全石宝贝啊，谢谢半盏。我一般不大会种草莓，我的接吻的技术比较好，种草莓的技术不大好，对不对？有你这么夸自己的吗？对，我闻都闻不上。他可脏了，他。你放屁啊！我哪脏了？他可脏了，他我都能把唐朝吻到高潮。你说话有注意点啊！你那两个字用字母来代替。嗯。他吃了饭之后满嘴的油。你放屁！我那是擦过了。他就想跟我接吻，真的。我都擦过了，那我满嘴油我也不舒服啊。我哪次吃完饭前都是擦嘴的呀？那不是，哎呀，你真的是让我上火。真的是啊，满嘴的油，啊，啥呀？我这衣服很好摸的样子。对啊，那衣服好宽。就是宽松，容易方便行事，其他没有什么优势，就方便行事。我觉得夏天还是挺好的，夏天有夏天的好，夏天穿的衣服少，而且单薄，一撕就破，对，一撕就烂那种，而且做什么事也都比较方便。冬天的话，穿的些许臃肿吧，对吧？在冬天抱在一起会很暖和。对，冬天钻被窝一起，两人取暖的感觉很好。嗯。为什么图图的草莓颜色感觉要比阿昭的深？因为他的草莓是由我种的，我种的肯定是用了很多的功力，你知道吗？你好嫩啊，我好像揉捏你啊，都。是吧？我跟你说。哎呀，我是不是变嫩了？你说。嗯，身上也变嫩了。可能怪我两天没见你吧。没有，最近，保养的好。我不知道唐哥跟我在床上有多瘦，还显得一呢。对，我在床上比较瘦，瘦必须得有个瘦的那个，也能把一的欲望挑逗起来，这样你才配称之为一个瘦。何况我还是个神瘦。我的性格才是一呢。亲一个马上夹，
什么？你说什么亲一个马上加？我们是那种，你让我们亲我们就亲啊，把自己、oh、把自己当什么了你？还马上加？你爱加不加？过来亲一个，加吧。我觉得我今晚作业又要因为我们两个写不完了，你的帽子别杵着我了。你亲我吧，你亲我的手吧。我才不要亲你的手，我就要亲脸。嗯，你知道亲手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特别爱我。你放屁吧！你真的，你先亲一下，完了就别亲脸了。等一下，我想抠鼻子。你不要往我身上擦好不好？擦掉。那样，戴着帽子真的是不方便，亲他都亲不亲不了。我今晚没打算运动来着，我想早上运动，因为我现在发现早上真的是绝佳的好时机，希望你们可以尝试一下，有条件的宝宝，早上就刚睡醒那会儿，刚睡醒那会儿真的是特别的有感觉，因为睡了休息了一整夜，然后整个身体啊都属于一个很不错的状态啊，早上那会儿刚醒了那会儿，那半醒半睡的那种迷迷糊糊的。哎，你就给我继续顶，顶得我很舒服，继续顶。哎，据说这个穴位它有那个助那个情欲会滋生的。哎，你再用点力。哇，有点痛痛的感觉，但是好舒服啊。哎，它顶我脚底的穴位，它顶的。脚底全是穴位，你随便顶一个都。你就再顶一下，再顶一下。谢谢楠木啊，用点力。哎呀，有点痛，不过还挺舒服的。这个穴位刺痛刺痛的，这是什么穴位啊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很多穴位，脚底全是穴位。再稍微用一点力，用力啊！你怎么感觉你顶歪了？刚刚顶的准一点。哎，有点痛痛的，哎呀，但是感觉你一顶那个痛的感觉，好像顺着我的腿，然后一道闪电一样劈到了我的心里，真的那种感觉直接到达我的心里了。亲我一口，亲我一口。一会儿结束之后，亲我一口。一会儿结束之后继续给我顶啊。哦，我直接顶你后边。爽吗？其实脚底的穴位嘛，其实我没有做过足疗，我一直想挺尝试，但是我害怕别人碰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会让别人碰。等我按，亲我一下。你快点吧，亲我，能不能让我舒服的？我当然让你舒服啊，我当然让你由内到外的舒服。哎呀，别挠了！我嘴的声音怎么如此的奇怪啊？